大台柱就是我们的非常可爱的小狗，一直很想拥有就是一只狗在家里，一定要安排好规划好才能做这个举动。演唱会有很多难得的画面，就是就是在去年开始的实行演唱会当中，把最精华的一段玩水的那一趴搬到这个跨年的舞台，会做一些措施，包括像服装的这个材质，会我有挑一个比较防水的那种材质。